假如，我这里只有最高档的坐骑。我赢不了他们。这是我特别调配的。Thank you.
是我特别调配的。我的手拍满了，完工了。阴影才是归宿，残酷的命运在灰烬里等你。我们必须阻止腐化。这地方潜藏着邪恶气息。我输了。让我想想，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厉害！该结束这场闹剧了。
来个简单的法术应该有用。解说会爆炸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玩得不错。
藏匿名。完工了。我们渴望复仇。买魔杖，走魔杖。看我厉害！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有人觉得美，还是只有我会美？我常年钻研的魔法，你那可悲的魔法毫无用处。常年钻研的魔法，上面写说会爆炸，算你赢了。
须阻止腐化。我想想，该怎么做呢？不等人，该怎么做呢？我的梦就是腐化，就是你的梦魇。必须阻止腐化。多么美丽的光！
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带来生命。我会为你的死完工了。你找出来，悲的术士，哎，可悲的术士，太美妙了。我暂时认输。
完工了。我想想。嘿，蠢蛋！我要赚一大笔。你喜欢玩火吗？时机一到，你也能绽放。凡人有马的梦境，就是你的梦魇。我来的时机刚刚好。玩得不错。来个简单的法术应该有用。
沉睡不醒。我们必须阻止腐化。我的手还满了，完工了。那个手下还不能攻击。好的，探险者都会做好准备。赶快行动！我快没有牌了。
来参观校园的吗？快去图书馆找书。时机已到，你也能战吧？完颜有貌，我们必须阻止腐化。我们现在是朋友了，朋友你好。痛苦和折磨等着你。看很厉害。已经够多。Thank you.
必须阻止腐化。需要空间。阻止腐化。我身体够多了，死不敌了。沉睡不醒。我们必须阻止腐化，直接顶矿。做得好，你赢了。我想想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说会爆炸，
上面写说会爆炸。这卷轴写得真好。
沉睡不醒。错特错，这个手下无法再攻击了。时间紧迫，要不保障就饶你一命。竟敢挑战死亡之翼的女儿，你竟敢挑战死亡之翼的女儿，让我想想，要怎么判断真假？这场你